看熊吧，熊就气昂昂的等待着食物。看看熊爸媳妇儿和他的小孩子准备喂鸽子了，喂这么多。哎呀，好的，打架了。好家伙，你看那鸽子，后边都吃不到，吃不到。先拍这个吃的了。你看这鸽子，你看这家伙钻里边在吃呢，不让别人吃的。熊吧，摸一摸熊吧，快点，它只有吃的时候让摸，别不让摸了。熊吧来了就钻进去，依然这么强霸。你看这个是熊吧啊，最强大的鸽子，你看它钻进去，占了那么大地方再吃。好，就这么着吧，这鸽舍里面太臭了。